已经玩过了，有空岛、空岛地图。你为什么外面有后大地行动盔甲座有两个？为什么一个在外面？这是情侣系统吗？真的情侣系统？可是他永远都是自己跟自己耶？什么情人系统？自己跟自己？对啊，自己跟自己，好可怜哦，孤独终老。好好，刚说的地图原本就有了，好棒哦！一开始下面有啊，是那原本地图就有。小猪帅啊。哪里？对，下面有四只，还有一个岩浆洞哎、欸。哦，那边还有看不太清楚，那是牛，牛哎、欸。哪里啊？有有看不到，就前面那边有一棵树的样子。有有牛，就来看看啊，随机五只箱玩玩看啊。哦哦哦！不会这个地图不会有那个彩蛋吧？没有，然后一开始会是那个、他说是直接掉落，啊，然后有20秒的缓降。啊！吃鸡吃鸡，跳伞跳伞，吃鸡模式，跳伞逃杀模式，跳伞，然后下面就会有那个箱子可以哇做出来了耶！这个做出来了，掉到岩浆了耶！你就不要看那边就好啦。那个翅膀的意思吗？这样子掉下去，你都还可以掉到岩浆。我们是，我们都要叫你一声师傅啦，真的叫师傅了。那我就为了这声师傅来掉岩浆啦。师傅，你要飘很远啊，师傅。哎，对，皮城，真对，哦，欢迎，好，好墨镜啊，九，氩气，皮城，会不会带跟错人，然后跟到敌人有没有？这样也蛮好玩的啦，走下去，哎，怎么没有队友？哎，嗯，好，好，拜，赶快走，死车局吗？那个，你说花吗？对啊，怎么花怎么了吗？太小了，有个纸车局，蓝蓝的啊，地上蓝蓝的。哦，啊有哎，要小一个新的花，非常哎，所以它缓降，我们有要按什么空白键吗？还是就只是不用就缓降啊？它慢慢飘，对，慢慢飘。我觉得应该抢那边，那边有甘蔗啊，他们已经想好了啦。哦，那一起往那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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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飘，一起飘啊！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水池水池水池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哇，这个缓降来不来行呢？可以，他们往另外一边了。有，好，我来，好，打木头，好，没有，这甘蔗有点多啊。我打木头，你们拿甘蔗。我们真的会玩到甘蔗吗？我是绝不太会啦，抢一下。旁边有牛啦，对吧？不过也是可以抢一下。你不能因为已经有新欢，不能要旧，不要旧爱啊。也是哦，他们是拿到那个箱子是不是？对，哦，好帅哦！对，有箱子，我也要去找箱子哦。哪里有箱子啊？你们做个斧头在上吗？嘿，好啊，工作台做了吗？好，看到了，不用怕啊，这没有限制物资。没有啦，我想要拿个武器去找那个工具箱，那个叫什么物资箱了。我以为你要说我要拿个那个工具去杀人了，吓死我了。走啊，没有杀人啊，怕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吗？走啊。可是问题是你东西也要先做出来啊。对啊，拿一把木斧就可以走。对啊。杀人哦，木斧跟石斧是一样的东西啊。那天也是拿着木斧吓到一队的人啊，鬼鬼嘛，蹲蹲嘛，那个谁，泽平。超凶的，是什么花花？对，我在后面呼喊。铃兰，等一下啊！高效，雏菊，是，这会回血，这会回血。啊，雏菊会回血，新的加那个蘑菇汤，奇怪，做成那个可疑的汤呐，可疑的炖汤。我觉得我真的要去复习一下这个预习，一点感觉真的，感觉真的要去玩一下那个1.14的生存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我是开台前才去讲什么东西啊，去学一下的，可能要先研究一下炖汤要怎么做。之类的，只要记好是雏菊就好了。就蘑菇汤加那个花花，蘑菇汤的白发再加一个花，花啊、反正合成要四样。雏菊是黄色这个花，对不对？白色，没有白色的，白色小白花，然后有点黄黄的。嗯，小白花。欸啊、我有看到，它是半圆形的花。哎、欸、靠，回缩。这样1.14月曲其实回血变容易。白痴哦，你叫了一下，我想要回头看到小雨。不是啊，那个叫什么团团啦，他往旁边乱砍东西啦。哎、欸，
我砍马拿皮革哦，就砍你的正前方陨月那边、哦、砍他。那他、啊、要我们要直接去砍吗？只有他一个吗？你确定？等一下，我只有瞄到他而已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白色衣服的。我们在大平原。哦，我看到团团了。我刚刚也是被团团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在对面砍树。哎、欸，他的物资箱会不会爆炸？嘿嘿，有可能会有、欸，会有。如果是预设的物资箱，我要先躲起来。现在有人吗？有，刚刚有瞄到陨月，我要先对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做那个啊？你们要不要做那个盾牌？我这有四个铁锭，我也有四个铁锭。好啊，该做盾牌了，该做盾牌了，做盾牌要冲再冲。好呗，我去找你们。找一下，我所以挖点石头好了。对啊，炖汤很这样很好用哎、欸。对啊，啊不要喝错哦，有的会中毒哦，有的会虚弱哦。还有夜市，你们有谁要给那个啊？要盾牌，我帮他做的。我好好，我觉得就过。你们过来找我、啊。哎、等我一下，我在挖石头，我需要石头。我哎、欸，嗨小雨，小雨你要吗？嗯，有多吗？有啊，有多啊，我可以总共做我看到有一个箱子在上面，可以等一下弄这个先给你。我也来了。好，我要团团的。好，给你弄好力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三块铁，你要拿来干嘛吗？捞做水桶。做水桶啊，做水桶。那我捞水哦，还是也只能捞水啊。他的桶直接找到杰克，杰克，杰克在后面。杰克，哎、欸，喂，杰克，你想去哪里？杰克看到你就跑走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看到我们一群人，他很开心的走过来，本来好像想做事。哎、欸，哈基来喽。哦，他们在那、哦。你要打吗？你要打吗？你要打吗？他们其他人还没跟来啊，要等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来喽，巧克力来喽。哦，巧克力啊、哦，他们想跟工作台那边想夹是不是？啊，你们人呢？对，想。啊！哎、欸，团团，我在说，我在遛他。哟、啊，他们好像没有要打起来这样子，跑走了，他们跑走了。大家都要玩久一点这样子。不会啊，怎么可能玩久一点？这也是欢乐场，这个就是要快一点啊！啊，欢乐场、啊，小雨落单哦。对，小雨落单哦。小雨在哪里？小雨在我们正后面。我刚去拿、哎、要帮我发汤啊？好啊。有你有汤吗？原来你有糖，你那个糖跟那个花花，你还有多的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等一下哦。这也还蛮多花的啊，这边。哎，这边好刚刚团团，你是在纳吉前面杀猪啊？哈？纳吉在那里哦。对啊，黑狼。啊，打他！哎，帮我们看一下哦。右边那边。目前没有。来来来，一人一碗，一人一碗。哎耶！为什么可丽糖不见了？啊？还是啊，这个场合可能啊，这个场合没有开吧？他可能没开。小马哎、欸，没开。假的。那边哦，一个人。那么砍吧。要去就算了。那边是边界呢，要不要去砍他？对，就一个人而已。好啊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就去找他。耶。然后就他后面跟了一群人。那就先打他们后面那一群人。耶。可是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哎、欸，因为我刚看那集他们在另外一边。对啊。耶，是巧克力耶。巧克力。大大，你总在砍木头。大大，大大求求你，大大你怎么杀的？大大，发大财呀！啊，大大财！他在水里，我看到了，有下集耶！发大财呀，大大！发大财！有下集耶！巧克力，那箱子是假的吧？还是他们已经打开过了、啊、箱子要用敲的才可以开，只有我在追吗？没有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，我在左侧，我跟在繁星后面。我先砍个牛，我肚子饿了。哎、欸，哥降剩我跟小雨哦，他去哪了？他怎么有黑曜石？他把自己堵起来，挖旁边的。真的假的？他把自己堵起来哦。还有黑曜石，他挖下去了。可是这样子会被边界夹死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哈，你为什么？我被边界夹，他被边界夹，我还是逃好了啦，我还是逃好了啦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而且我们两边都有天眼病哦。耶，一人一个。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的跟那个位置咯。好哦，我来看一下哦。啊？你要烧食物还是？都可以啊。烧个食物啊，我这边有很多牛排。
等一下，可是我需要看看他们其他人的那好的啊，他们其他四个人一起在活动，在在刚繁星打那个蘑菇那边，在草原上。那要跟他们讲说，就是我们刚跑过来的那个方向，这个、不能喝炖汤哦，汤不能喝哦。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三个工作台？不是我放的，帅他放的啦，帅。好哦。哎、欸，他们在那边纳吉，他们看到看到。那边界边边。我烧个牛肉，烧个牛肉。好，纳吉冲过来了。好。啊，纳吉这么凶哦。嗯，然后其他人也跟在后面。不用怕，纳吉又后退了。他只是个纳吉。哎、欸，不可以这样！他只是个。那时候如果旁边有只猪的时候，就可以砍下去。他们在杀猪哎！猪肉吗？他在杀猪哎！怎么可以？那吉怎么能忍受呢？要说你队友在杀猪吗？他们要过来了啦！他们要过来了！来啊来啊来啊！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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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是他们要叠工具？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 ！No fucking！哇！我死了、欸！他们怎么有那个、啊？中间我刚好被夹脚胶。我被弄到水里了。洋洋加油！我靠，超吓了！我砍很多下，加油！你们可以赢，你们可以赢！喵哈加油！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真的啦！你为什么每次都奇怪呀、啊？你回头打，回头打，回头打！都是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哈气哈气而已。喵哈，你血量比较多，加油！他碰一下就死了，他碰一下就死了。你怎么啊？你一定没举盾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这比赛怎么那么刺激啊？八颗星而已耶，八颗星险胜，好可怕、哦！好笑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在水底吗？因为我是不小心掉下去。落水猫，我说哎，什么啊？冷静，大家冷静，然后就他就冲过去，就看到有很多人下水了，直接被反打，喵哈巴两个，开始喽！我跟小雨。我这边黑曜石，他往下了，然后我就跟着你挖下去。我说我被抓了，没关系，我黑曜石毒死他，让带走。可是旁边都是泥土、啊，直接带走一个，一个带一个，牺牲。可惜人不是两个人下来，可恶。下面好多头，就是我。下面是他真的差一点创造奇迹啊！真的，我刚有一点想要丢这东西珍珠，把它同归于尽。你看一下血量吧，你一丢就爆了，你一丢就死了。老皮成就这样啊，卡在那个里面，直接卡死。可惜那个卡在外面。哎、欸，你的队友砍猪，你不砍他们啊、哦？對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很远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原来是追着队友，原来是这样。谁砍猪？谁猪？谁身上有猪肉？抓、啊！就是那个没有、哦、这个箱，这个笼物里面有猪肉。哦，刚刚谁在砍？就是哦，有猪肉、嗯。你们是不是要开战的钱，然后偷偷塞进去的啊？哦、还烤好了，烤好的哦，这个已经烤好的。很香哦！我看到你们跑过来的时候，有人在吃猪肉哦。对，我有看到哦。那是牛，我吃的是牛，而且我吃不下哎、欸。牛哇，抹黑啊，抹黑啊！哇，你们这群猪肉贩子，这一群。我去上个厕所。不行，大家都在找箱子。我找到一个在树上，有那时候看到你在树上，哎、欸，可以的汤不能喝、欸，哎，因为没开、啊，没开吧？你为什么不开？你看预设是关，害我开，害我打得那么开心，要喝发给大家喝的时候，发现全部被回收了，你做出来就被回收了，对，没问题，这场马上开，哇，就这场没有蘑菇地形，就 QQ 哦，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不要在意。可是这个图有蘑菇的那个，哇哦，还好，有微干的地形，还行，有微干，嗯，有微干，微干，就是炫炮、啊，就是炫炮，炫炮吗？炫炮吧，炫炮啊，就是炫炮，微干就是炫炮，太炫炮了。这张图怎么似曾相识啊？我记得那个用眼神杀死对方的图，
就差不多，也是丛林，丛林地形都差不多啦。对啊，都是长这样，丛林开始的地形，那边有大爆竹子。哎，而且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转移阵地跑去跟你们说在那边吗？嗯，那边有竹子。哎、欸，他们讲的不是竹子，甘蔗，甘蔗，哦、对，甘蔗，甘蔗，甘蔗。对，那边有甘蔗。可是甘蔗没有什么用啊，甘蔗都变竹子了。我抢到之后就说，可是我们用得到吗？我现在用不到，回头好了。一开始我本来也要去拿，跟球哥就说那个用不到啦，就哦，好吧。没有那个空时间去想。可疑的汤是不是？嗯嗯。啊，那就一样。一开始说，等下尿尿还没来，一场再打久一点。好。嗯